环保局针对足迹点沿路倾销不是卖场就是五金行，确诊者是一名40多岁陆籍配偶。彰化县长王惠美忍不住说：“这足迹很精彩。”这个活力十足。我天天跟您讲吼，买物件吼，一盖买一礼拜，到两礼拜物件吼，啊，唔忙哦，想到就买，想到就买。你看拄到就是安尼。想到就买，次数频繁，尤其是这一间全联卖场，妇人几乎天天报到，甚至一天去两回。 卫生局清查足迹，发现她密集到卖场、五金行和袜子店采购，八天之内去了12次，足迹遍及三个乡镇，很爱买。还是要来就不要太常出门，一次就赶快买，其实就赶快回家，可能会怕时间会重复到。确诊妇人过去和丈夫在大陆工作，去年6月返台，这个月24号婆婆住院，入院前筛检 PCR 揪出病毒，是个无症状感染者。是陪她婆婆去。 住院的时候裁剪阳性的，同住家人进一步隔离框列，确诊者感染源还在调查，但随着足迹曝光，家庭主妇爱买爱逛的习惯没变，反而成了疫情下的危险破口。记者郑伟林、袁碧如、彭欣，彰化报道。